好乖哦，彤彤姐姐，那你要不要买水果呢？吃水果皮肤会变得水当当又咪咪，很漂亮哦。那这样的话我要我要，哇，看起来都好新鲜哦。对呀，今天的水果都是刚采的哟。哦，懂几个够字，新鲜的水果。那好，我要一串葡萄，两颗苹果，然后再一个甘妹。要，彤姐姐，你在叫我吗？不是啦，彤彤姐姐是在说要买甘妹。对啦，是这个。我还以为是在叫我哎。果子，果子。水果，对，我们来用这些动词给果子打果汁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来看看要加一些什么呢？苹果。好，我们来加一颗苹果，再加葡萄。葡萄，没问题，加一串葡萄。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分一杯给甘妹呢？好诶，一定要的啊。哦，那我们要不要加一点甘妹进去呢？好啊。葡萄，苹果，苹果。果子，水果，多吃水果对身体好哦。果子，学会了，很棒。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见喽，张罗亮。